朋友咯，又好似好熟悉，但又 keep 住要有新鮮感，好似第二屋企咁啦，好 close 嘅，係一個互信嘅 partners 啊。老夫老妻咯，經歷咗好多。教我嘢啦，又放手俾我試，亦師亦友。似puzzle咯，我係其中嘅一塊。我會用齒輪嚟形容啦。如果冇咗一個嘅話，就 run 得唔 smooth 噶啦。橋梁啦，因為我工作就主要係貫穿公司同埋 agency， 希望中間可以有個溝通咯。好似風同埋風車咁咯，其實我動力都係來自佢。大家互相關心，每一日起身咧，都會好想見到呢班同事同你一起做嘢，完全體現到 teamwork 嘅精髓。一齊拼搏，一齊完成目標，係一個神奇嘅團隊嚟嘅。做各樣嘢咧都好成功，好 challenging 啊，同埋好多機會嘅，可以自己 develop 自己嘅 career。我喺 AIA 係有成長噶。不斷咁樣挑戰自己啦，突破每一刻啦，喺 AIA 揾到我想要嘅嘢，可以幫到人，份工好有意義。你講佢會聽，只要做到嘢就一定得到認同。在 AIA 裏面，我會感受到受尊重和信任。要有實力才可以入到你這間公司，我完全是一個 right people。好有衝勁，市場觸覺很快。我覺得大家可以坦誠溝通，確立了一個很清晰的目標之後，大家一起努力去衝。好 power 成為其中的一份子，開心不開心才會走在一起。我希望可以將我的知識、我的經驗和一些智慧可以薪火相傳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行，一起分享這個成果。